你确定是伊的父母，你唔捌，互你这个囝曾经伫咧上需要你的时阵，徛伫咧巷仔口南河，唔是啦。有在台上，我讲实在话，我们是真情流露的，但是我现在很不爽。这个歌听到真好，是艺术写干的非常有感情，没错。但是我只是要问这个主唱者讲，今仔日你唱讲你是伊的父母。你确定是伊的父母？你唔捌，互你这个囝曾经伫咧上需要你的时阵，徛伫咧巷仔口南河，唔是啦。所以你会不会讲太多了？我跟你讲，以前写上面呢，祈愿文，祈愿文啊，对啊，因为无，因为我今日吼，因为我徛在因囝这个角度，是，因为要唱这个歌，迄力量爱足大。其实有真济爸爸，我是要反转来甲。小帅哥讲，哎，会不会讲太多了？其实爸爸有时候扛着很多的包袱，走在人生的道路上是辛苦的。哎，对，来，你念念念。好，弟子包廷正，祈愿爸爸的不老传说，希望像我爱你的心一样，永远不会变。那。不管之前发生任何的事情，我总希望爸爸能够身体健康，永远幸福美满。我爱你，谢谢。幸福美满。对啊，其实我不是一个点火的人，在哪里？我是一个提醒的人。好了好了，有时候小时候孩子看着爸爸的角度，跟爸爸看着孩子，其实心里面有很多不一样的结构。那今天难得能够站在这里，给爸爸一个拥抱，快点！这是一个辛苦的爸爸。来，路遥也给爸爸抱一下。你是我爸爸。徐孝顺，你刚才话会讲太多了。不会，没有。我觉得我们那么熟了，有时在台上，我讲实在话，我们是真情流露的，但是我现在很不爽。怎么了啦？干嘛了？干嘛了？不是我，没事啦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别别别，没啦，没有。我觉得录影录到这，父亲节特别节目冲啊，那我。人生，人生总会有一些非常美妙的角度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不是。哎哎哎，上次不要这样，潘姐潘姐潘姐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故意的，故意的，唱到快乐，来大家讲生日快乐，一二三，生日快乐。被弄了，臭狗了！志豪，你也是来参加这一团，对不对？我等好久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我要跟我的听啊！我在想讲奇怪，碰狗怎么会一直交代我说，孙啊，两米哦，公家嫌的，吼，啊你刚刚讲吼，伊这做老爸，叫你引导跟引荐，你干嘛不回引荐？然后奇怪，他为什么要求我讲这么重的话？不是我刚刚碰狗在我在旁边讲，我还跟他讲说，哎。这是节目里面的效果哈，你莫生气。不是，我要说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收，可你也不知道。我不知道啊，所以我刚刚到旁边，我还在想说你在干嘛。他说没有啊，碰狗一直叫我讲啊。哎呀，我跟寿星顺哥报告，跟几位大哥大姐报告，今天呢这样子啊，特别安排很久的这个桥段，真的要是给你惊喜。但是不是只有手头娘呢？够啥？我跟你讲哦，那做实际。但有钱哦、喔！啊，有现金，有现金，哎、欸，好不好？好，你 Q 这个钱啊，你好，我捧个声给吹落来。哦，抽到，哦，你看，哦，哎，是真的钱，真的钱，真的钱，
真的钱，真的钱呢。最后还有一段，还有一段话要送给顺哥的，来讲一下。这是道具，记得归还，谢谢。我转你的，不是不是，顺哥，这是这是我旁边领勾起来通过会拍摄，我想来找，不好意思，来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